to address the gathering. President Hu, please.所有中华儿女，作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，作为香港同胞显示出来的智慧和才能感到自豪。在一国两制下，香港不仅继续保持原有的优势， 而且从祖国内地获得更强有力的支持，形成了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。这其中的根本原因，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，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，使香港同胞 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，在维护国家利益、维护香港，香港市民无论来自什么阶层、什么界别、什么团体，也无论信仰什么主义、什么宗教，都应该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， 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都清楚地记得